我先跟大家报告啦，哦，全台湾没有人像我这样花钱的啦，<coughs> 全台湾没有人像我这样花钱的啦。我从这个频道开了三个月，我已经抽了差不多一百八几万掉了，哦，一百多万嘛，一百不知道多少万去了。嗯，没有人像我这样子啦，没、嗯、啊，真的。 我每个月哦，有的时候做免运，有的时候做送东西。我这四个月一直在滚动检讨，为什么我的电商一直一直停滞，都没有办法赚钱？我在抓金流，在抓金流原因哦，我们所有的销售做的送的东西，当然我们所有的商品，本来利润就过低，外面人家商品抓到的车数差不多是三倍到四倍。 我已经不到这个倍数哦，我是一个差不多三成，百分之三十八到百分之二十五趴左右的一个利润面。那百分之三十、百分之二十五趴再回扣所有的开支，然后再加上赠送，有时候免运，有时候抱枕，有时候送这个送那个，送这个送这个。我想说奇怪，我每一个月的平均利润扣完，怎么有时候几乎都快没赚钱，都快打平 哎，然后我去抓原因，这几个月消下来，原因就是因为我花钱实在是太太大方了。哎，然后我送东西，在做行销方面的话，整个整个产品线的东西也全全部出去，然后做东西回来到身上的时候，一直在压钱在这个东西上面，然后回头回头再去。 尬回来到我身上的时候，再加上我们做别人的帮别人别人平台，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 P C 用跟默默上他们价要这么贵，上我的价为什么？因为光是运输加运费加仓库管理费，我们整个都倒贴。所以这阵子你们买的所有的什么爆米花、饼干，你买一包我亏一包。所以在近期内，我们会把这些商品全部都拉掉。 哦，因为他们放在仓库里面的，仓库里面的仓管费用跟我们的上架费是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厂商来我这边放东西都会赚钱，你们来我这边买东西也都会得到便宜，但是全部带到亏。昨天我们开了会计会议之后，才发现我们的仓库的费用跟厂商他们谈的这个上架的费用有极大的落差，再加上有时候满五千嘛开始送东西。 那其实他们给我们的陈述，比如讲说这些寄卖的东西，他们陈述，呃，或是我们的自己的水。我们当初利润都抓得太低面。那你凑满五千或凑满三千再送出去的时候，归弄豆料去啊，再回扣到发票税、营业税，再回扣到人员薪水，然后再到仓库，尤其是仓库这个开支非常可怕，因为仓库它以账磅计算哦，然后再以它的。 货运储备来算的话，其实怎么都赔掉了啦。我们昨天找到一个非常大的漏洞哦，就是因为我们的行销一直在推，然后你满满嘛，你满嘛，那主力商品、主力商品它也没有那么多利润哦。那寄卖商品，我们又他们又给我们利润太低的情况之下，一来一往之间，就造成了我们极大的风险。 就造成了极大的风险，哎，就是这样。<coughs> 所以别人说，呃，要改变策略了，要改变策略了，哎，要改变策略了。我们的广告其实都还好，我们的广告其实都还好，我们的广告其实都还好，我们广告没有没有花像别人这么多钱，哎。 那都是你们在看外面乱讲话。我们广告没有花那么多钱，我们广告跟外面的比起来是跟毛，跟跟跟跟跟鸡巴毛一样小。最大的差异性是在这个行销，呃，不是这个做做这个活动。那活动嘛，有的东西利润比较好一点，它并没有那么好卖；利润不好的东西，大家拼命买。 然后为了要凑这个金额的部分，然后再送出去的话，有时候往往就是会这样子，对，嗯，会有这个中间的这个缺陷，中间的这个缺陷在，嗯，<coughs> 你聊天室，如果你是让他吐我的话，那你问问看别人的形象花多少钱，好不好？好不好？拍一支广告十几二十万。 是很基本的东西，可以说是非常少的。哦，我打个比方呐、啊，呃，一个双十一哦，比方一个双十一，人家电商是几千万在砸的，然后人家还会做活动，还会做快闪，一个快闪下去就是几百万在跳，然后网络整个推波。 哦，甚至一档的广告寄钱下去都是整年度的行销预算都破亿的，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真的是跟人家比起来真的省很多。对对对对对，你如果做过广告公司，你就知道了，二十万是个鸡巴狗烂毛，哎、欸，连一个小小的手游游戏发出去的工商全面都破千万，就是做电商来说，我们算是非常省钱的做法，已经非常省钱的做法。 就是这样子，我们一是非常省钱的做法。哎，那外面呢是破亿的，整年度在消铺，这是破亿的。更而且他们有包含着不同的支线，做不同的，比如讲说他光健康，比如讲说、呃、他这个网站呢，他光打健康食品，他可能一年的行销预算就五千万。那打衣服的可能在行销预算再加五千万。那如果在呃最可怕的是双十一在做电器类的。 哦，那个又更夸张，他说的厂商都会见到骨折了。那我们要做到这样的地步，首先是要本体的本体的身躯要够大啦。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自己的仓库、自己的车队。那你要制造这些东西出来，差不多我们计算过了，我们也去参考别人的东西，差不多几乎一个投入成本几乎要二十亿左右，要二十亿左右，呃，要二十亿左右。 这样子，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比拼的，对，没有办法去跟人家比拼的。那我们一件衣服，无论我们卖多便宜，还是有人会嫌，因为便宜，你看还要更便宜嘛。所以变成说，他这个前后比之下，我们还是要去精算利润，去精算利润，对，左右了。 哦，所以我还是坚持，我还是坚持，呃，尽量的做，尽量的做。哦，我们的商品不会去乱涨价了，因为这是我的坚持嘛。但是一些不必要的开支，我们就要开始做，开始省，开始做，开始省。这样子，我们这个没了，我们这个是鬼灭款，我们这个是鬼灭款，我们这个现在是没有这个东西的。 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哦、oh,，我们家是没有这个东西的，哎、okay. <coughs>，所以跟大家报告一下了，哦、oh,，跟大家报告一下了。<coughs> 都是欧 e m 吗？我们的东西都是欧 e m 吗？你看阿管这次的这个东西，这个鱼油，这个鱼油，这些东西它是一套的嘛？它总共有四件装。它前期投资，前期投资就两千万，我就投进去。了。然后昨天我签合了一份乳清蛋白的，我们它到货了嘛？哦，它陆续准备到货了嘛？哦，它到货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就给出去了，那第二阶段最近要给了，第三阶段前前后后加起来是一千八百多万哦，也就是说，我现在把乳清拿回来做，然后我开发自己的这个保险套，再加上哦自己的营养品，也就是鱼油啊、乳清啊、叶黄素啊、综合酵素、维他命啊，我们有四支啊。 再加上乳清酒汁，这些东西露露包含着面膜、保养品、香水哦。我光现在压在外面的成本超过七千万，七千多万，怎么不是 oe 艳就是七千多万？这、就是七千多万哦，包含着未来要开发的沐浴乳哦，全身洗透透的那种，让各位拿着可以去健身房，或者去外面旅游，或者在家里面。 从头洗到尾，然后打的是足香味的那个也还在开发。一个东西开出来的，它的起跳成本都是五百至一千，然后它的从做好到交货，大约半年至八个月。像乳清，哦，已经拖了半年；像那个我们这支营养品嘛，八个月哦。也就是说，你钱不断的出去，不断的出去，他自己做嘛。欧院就是这样。 所以，请你了解，请你这边就管黑也了解贴牌的定义跟 OEM 的定义是绝大的不同。贴牌是厂商现在做好的东西，他现在卖不掉，他可能换一个标，换一个标，或是请你代卖。哦，这个方式我们是几乎是不用压成本的。但是如果你是要自己下去兼开，然后东西品质要好，再做证书，再拿授权。 然后在呃科技厂发哦、呃，有的是分装厂嘛，有的是科技厂嘛，有的是鱼油厂嘛，有的有些那鱼油厂就是在制造药丸的那种厂哦，它会一直吐一直吐，它其实整个成本都是非常非常增加的，非常非常增加的。那别人卖一次，比如讲说他卖一个营养品，他一个出去之后，他回来是四倍。 哦，大部分都抓四倍，不是四成，是四倍的利润，都细倍啦。比如讲你沙巴扣，一阿袂够千里扣。抓，譬如讲啊，譬如讲这个打个比方啊，但是我可能做法就是我扣零，细百扣，因为我东西品质高，我四百块我只能卖到七百多块，我就是真的赚到三百块，我就是一倍。哦，那人家可能就抓四倍，所以人家一次东西可能不用卖到完。 可能卖到三分之一，它成本就回来了。它接下来放在那里，它慢慢出就好了。但是最后做一个促销出去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现在最吃亏的一个面。哦，最吃亏一个一个面哎，最最吃亏的一个面就是在这里。所以很多东西我还是坚持下去做。然后我几乎把我的，因为大家喜欢东西嘛，大家叫我开嘛。 所以我就一直在研究，一直在了解，一直在付款，然后一直在找厂。哦，所以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对，那其实东西好不好，那大家自己去看就好了。哎 <coughs>、欸，拿个那个红茶给我。红茶给我。 嗯，我，就，我即使我东西不用涨啊，我东西不用涨价了，我就我就这样做就好了。没错，对啊，李昌，你讲话所有人都收音收得到了。 我这东西就是很简单哦，我们现在就是把一些没有利润的东西踢出去，因为它赞助我们的，哇哩哇哩共二啦，它占到我们的工程师在调的东西，它一个钱。然后呢，它在仓储的费用非常惊人哦，我们把这个东西踢掉哦。再来是以后未来合作的时候，比如讲说我们做五千送什么，三千送什么的时候。 我们尽量以自己的主力商品合在一起去送，以利润高的东西去合嘛，那利润低的东西尽量都剔除掉。哦，所以未来应该会减少，应该会开更多自己的东西的，减少别人的东西啦。我其实不是，我是看不到钱，我没有亏损，为什么？因为你坚持 O E N。 坚持不卖大陆的东西，它其实非常的难做。我的我我跟别的网红比起来哦，最可怕的点是，我们做东西的时候，台湾大陆，当然啦，你说 R O G 键盘，或者说我们之前卖的那个按摩枪，因为那个是。 厂商合作，他们的厂就是在大陆。台湾厂商，他们的厂在大陆。但是如果转回来，我我我我跟各位报告，比如讲你们各位最近跟我买的面膜，哦，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面膜，这个东西我们台湾开，比如讲啦，我这一片成本，比如比如讲啦，不是我现在的卖家，比如讲我我今天要卖你这一片，要卖你五十块，你今天这个东西在台湾做。 它的成本可能就要快三十多，或是二十几块，抓回来再控轮势，你赚的就是。那你如果今天把它发大陆，哦，像我没有别的意思啦，不是说我们较爱国，别人不爱国，不是。你看网络上面所有人，包含加一加一直播盘，哦，他们东西来源全部都几乎都大陆清一色，他们的东西就利润好。 为什么利润好？因为我我还可以卖比你便宜，因为他们一块面膜是七八块钱，大量批进来十块一片，这差差非常大。他卖的还比我好，他们卖的都比我好，比如我豆子打这个例子，我、哦、包括你外面看到非常多的洗面乳。 包括我现在卖的包装组，我就坚持台湾厂做，我就坚持给台湾厂做。哦，人家发个大陆回来东西，他包装一下，他卖的价格跟我一样，但是他成本低到一个不行。非常多东西都是这样，我们非常多东西一次摊开，非常多的东西，毛巾、袜子等等的所有包衣服。 衣服你要坚持在台湾做，台湾几乎已经快没快没成衣厂，只剩下一些苟延残喘的小厂。网红版嘛，你可以在网络上面看到非常多人在卖衣服，网红嘛，千一色了。我们又要机能，又要检验报告，又要做非常多的东西。哦，那它的成本？ 有的只有我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哎，所以就是这么简单，嗯。 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大陆人工便宜啦，大陆人工便宜啦，哦，那一些成本的东西真的自然就，自然就很难算了。但是人家会嫌我们的东西贵。我们打个比方来说，比如讲说五百九、七百九、八百八，人家不是把我的定东西定位跟。 一流的品牌，虽然我自认为我们这个东西绝对赢过一流的品牌的机能，可是人家把你定位成跟他们一样，那人家一件卖三九九、二九九，你去外面网络上打一堆两百五、二九九，涂 T 啦。他就会认为你的他没有买过嘛，所以你要拓展市场，他就有难度。他点进来看，哇，你的衣服都八百九、八百八。 哦，在现在来说，消费者来说，他会觉得我去买淘宝买虾皮，或者说我去买很多不知道什么牌子的，他一件只卖四百九、三百九，一件裤子五百五、五百九，仓库你懂我意思吗？那他也不在乎品质怎么样，他只是看到价位。所以粉丝固然粉丝很体就是你们呐、啊，固然很体但是你们的数量，比如讲说你们的人数就是这样而已。 你假如说固定每个月就这些人来买单，可是你走不出去，为什么你走不出去呢？因为走出去就是价格战。台湾人那么多嘛，走出去就是价格战。价格战，人家就眼睛看到的东西就是会去比嘛。他不在乎你的东西好还是不好，他只在乎两个字：CP。CP，他不会说哦、啊，我穿起来怎么样，他只会在乎说啊，人家卖的那么便宜，为什么你卖那么贵？就是。 就是就是就是会就是会这样子啦，就是会有这个哦，会有这个很该死的这个，所以我们是跟这个竞争，所以为什么后来台湾成一场噼里啪啦倒，包含我们的袜子，为什么以前呐、啊，人家说社头嘛都是董事长，因为社头专门做袜子。 为什么后来我去社头的时候，就几乎大家都倒光，剩没几件在做。我也跟那老板聊过，他也说：“真的会被大陆拼到都锯掉。”台湾人不看品质啦，台湾人只看沙杀沙香七把，哦，沙箱七把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决定说，不然我这个袜子就，哦，就我也要卖便宜这样。哦，那已经做了嘛，我们就帮助社头嘛。其实袜子是我心目中的一个痛。 我很想把它涨价，像外面一样，一双卖两百五、三百五。外面一双是卖三百五、两百五，五指袜机能人家一双卖四百五十块一双，而且卖的 “bang bang” 叫，福特、er、啦，很多牌子卖的 “bang bang” 叫。哦，他们也是说台湾在地品牌，广告打的够凶。哦，我一双袜子九十块，还动不动就人家上直播来跟我呛。 袜子会掉毛啊，什么的啊？哦、oh,，我跟你讲，一双袜子我赚不到十几块，我他们咋会有几箱呢、啊？那我也不能涨啊，我涨了这些社头小朋友怎么办？没工作做，我只能好吧？好像我这边好像义卖专区，袜子就是我的痛，它根本不赚钱，我还得卖。 因为我下去社头看过他们，就可怜呢，全部都是金藏的在做。我也不是在消费他们呐、啊，我只是把实际给他们。社头嘛，要做袜子，大家都可以去做。你车开了去社头，全部都袜厂，你就走进去问就好了，你就可以下袜子了。一双袜子成本在哪里？你去就好了，都问得到。 那你看外面，他一双人家是呃、哦、除臭袜，两百台湾制造，能两百五至三百五，加四百五，咩几箱够？怎够？有时候，有时候啦，有时候真的觉得就是说我当然要处理客人所有的问题。你们既然花钱的就是大爷嘛，这是绝对没问题的。我花钱，我也是，不然就不要摆出来卖嘛。哦，那人家上你的频道跟你申诉的时候。 我当然欢迎你有问题跟我讲啊，我也可以让我的企业更进步，我也可以让我商品更优化。如果真的有缺点，我当然收到缺点，我要跟工厂讲啊。可是往往这么多次的直播，这么多的申诉，到最后都是什么样的申诉？各位都有看到。哦，我今天只是把这个东西整个去讲出来。 哦，然后有没有获利？有获利啊，有获利啊，现在获利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最大的原因就是疫情，最大原因就是归咎在疫情身上。哎，最大的疫情就就是疫情嘛，好不好？ 每次都想赚很少，哪个商人会做这样的生意？在你面前呢、啊，在你面前呢、啊，我跟你讲啊，我我我跟你讲啊，哦，我跟你讲一句话，做生意大家都会。你准备一千万，你就可以做电商了。你先去挂，我教你，你先去挂 supply，、like, 就像我刚出来挂 supply。Like, 哦，我现在有没有唬你？台湾的市场 A A B to C 哦，B to B。 哦，这个是很常见的哦，做生意大家都会嘛，对不对？你去下单呐、啊，你都找得到厂商，你没有找到厂商，我帮你介绍。我每次出去外面网红圈，我们跟我们认识，我都跟他讲，如果你们要做衣服，你可以找我，我帮你们介绍厂商。他们去接下来之后呢，大部分都不做，为什么？因为我们厂商成本太高，他们最后还是选择大陆厂商。 如果你我在那边吹，你们这么爱打击我嘛？你会讲这句话，就是你是黑粉嘛，对不对？你不信我嘛？啊，笑死人了！每次都说赚一点，谁要信？你可以去下单打我脸呐、啊！明明这么好赚，那你就去下个单，然后挂在上面卖卖看，然后把数据做出来，然后跟馆长叫嚣开台。你有个第一个，你可以广告你自己的电商嘛？馆长卖这个太贵了，暴利。 我今天开，我今天我没关系，你没有厂商，我介绍给你。台湾就那几家成衣商、染布厂、打印厂，我们都非常熟。我帮你介绍，你去下，你去下，然后回来上面卖，然后再挂在上面，你去算整个成本。哦，你一定有很多隐形成本没算到，我帮你介绍，好吗？也不用啊，你上网去打、啊、很多成衣商啊，你你去下下看嘛，你不用我介绍了。哦，你你就你就你就,你就下下看嘛。 然后你可以成立一个品牌嘛，反，不是说管黑品牌哦，我叫诺托利亚斯，你叫善良的嘛，就反过来嘛。馆长都在湖南，你也可以找一个会讲话、能直播组那么多，叫他出来开个直播，然后开始说，来，哇，林玲馆长的佬好小，哦，应该变鬼，好不？干你娘，我今开该做赶快的代志，哦，来，我一只沙丘仔卖偌济，我一只手柄仔卖偌济，一模一样的物件。 哦，麦乐食，你可以跟他合作，你就找他就好了，一次下定两千只就好了，其实也没多少，就三千多万嘛，两哎两千八百多万是两千五百多万，还没到三千，你就钱先下去，三分之一钱先给人家，人家就帮你做了，绝对没问题，合约签好，然后再拿出来卖嘛，然后就可以吐我了嘛，你就把它吐到倒啊，我品牌一定马上倒啊，你就开直播来。 你就学你，反正摄影师，我摄影师你自己带一个嘛，直接去工厂问老板 <noise> 来，你没画这，没画这，关键没画这哦，我哥比他熟了，他的暴利，然后你就开始做出来，我还顺便你，你会开一个台，然后开始广告你的电商，对啊，这么好做的事情为什么不做？马上可以打我脸，而且马上也可以赚钱，照你的计算方式，我是暴利嘛，第一个我是暴利。 第二个，你说我赚一点点在胡乱，你就可以打我脸，而且你还可以大卖特卖，那你为什么不做呢？这个是明明很好吐我的东西，真的不要键盘。台湾厂商很多，你可以拿我们的原物料，我们都有标注在后面，我们后面放什么东西，这边全部都全英文的，你拿给科，你拿给这个生生技厂，他都会做。 这个没有什么窍门，你今天去专柜买 SK two，买什么小的，你买回来直接丢给生技厂，他都做得出来。我跟大家报告，没有做不出来的东西，只有付不出来的钱跟卖不掉的商品。我教各位最好解，我教各位管黑，最好把馆长干掉的方式就是这样做。包括月饼，我月饼厂商我可以介绍给你，你去下下看，你就算一下是不是我有没有胡乱。 我什么都是公开的嘛，你你也可以照去问别人嘛，然后直接下去做。哦，你说喷笑的啦，馆长那个衣服一件他妈九十九九十块八十块卖你，各位八百九十倍利润，你就去下嘛。然后旁边直播，你手机就可以开，手机随时可以开直播，然后找一个摄影师拍。 踢爆馆长，对不对？他们以前这样踢爆馆长，然后真的把东西做出来，然后真的弄一个商城，然后真的开始卖，然后记得开发票哈，然后下去弄，你就知道我是暴利呢，还是赚一点点，甚至在赔的边缘呢？你要打我脸，这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吗？你几个管黑加起来，一人带一百万，你找五十个管黑就五千万，你就先往衣服打嘛。 先往衣服 K 嘛，你看我哪个商品比较好卖的嘛？乳清你去发嘛，乳清现在也可以做，看是不是乳清蛋白原料涨百分之三十八，你都去把它拉回来嘛。我现在一次拉就是两个货柜哦，可能五千万，可能可能也做不了多久了，可能你找一百个管黑啦，一一人一百万，就你就可以了解嘛，你就可以做嘛。 我跟你报告，我不是一开始就在做电商。我发现你们管黑都误会了。我不是一开始在做电商，我是一开始在做健身房。我是二零一九年我才开始做电商。在二零一九年做电商的时候，我旗下已经五间健身房的管，员工已经两百多位了。我已经努力了。 五六年了，我才跳出来做电商。也就是说，我是讲我已经有的对啊，我已经做生意已经做五六年，不眠不休做健身房。我有一个本，我才敢去做电商，然后才成立公司，才拿我健身房赚到的部分拿去投资电商。我是这样做起来的，搞得好像说说啊，我从头到尾只做电商，我用电商赚了几台车、几间房。我本来就在做生意的人。 我从二零一三年就有在开串烧店，我本来就在做生意的人，你们都误会了。我不是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忽然跳出来骂一骂红了，开始在卖东西。我不是，我也不是，本来就是网红。我以前最早还很讨厌人家说我是网红，因为我希望你尊重我是一个专业的老师、专业的教练。我最早做出来做就是健身房本业，就是健身房本业，生意非常的好。我的健身房生意非常好。 这也是靠我本事做起来，我不偷不抢不骗，我自己努力经营，五监管，那时候的市值就有三亿多了，五监管三亿不止哦，快将近四亿多，我是自己努力做起来，后来我才投资电商，所以我有保本的概念，我当然有啊，我刚才聊天室也有蛮多人喜欢教我如何做生意，请你搞清楚，请你各位冷静，我已经做生意，我是我本来就是老板。 我为了要行销我的健身房，我才出来开一个直播。不要本末倒置了，你们都忘记大家、啊、管以前是什么身份。我本来就是当老板的。我从八个人的公司，拿着宣传传单，在泸州菜市场、黄昏夜市、长安街，一张一张发传单。拜托拜托，参观参观。我是这样做起来的。八个人，员工扫地，我在格斗教室拖地板。 我自己当老板就要拖了，因为我那时要八个员工，我不是忽然我红了，我开个电商，然后我开始大赚特赚，你们误会了吧？我本来就是开健身房的，我本来就是做生意的，我不是做网红的，因为我的健身房那时候没有钱行销。 也没有办法签什么明星，我也没有集资，什么贵呀，上市贵，我也没有办法，啊、所以我得靠我自己开个直播，拜托大家来健身，自己开个直播训练直播，一步一步走上来，一步一步练给大家看，一步一步教我的观众朋友。现在健身网红多了。 你们可看性多了，这也是好事。那早期呢？台湾最早教这个在网络上的无私的分享是谁呀、啊？是我这样每天晚上陪各位，在一个小小手机前面，有时候一个只有一百八十 P 那个时代，我相信老粉都知道，看着很雾的一个直播镜头，而且那个人数至少还有两千多人。 以前的人呐、啊，不叫不在意画质啊，因为以前人没看过直播嘛，新鲜嘛。FB 早期有直播，你们都没看过嘛？哇，好新鲜！然后看到阿管在那边哑铃卧推、打格斗、打拳，然后他妈的来跟大家讲这二头肌，还记得吗？我不努力吗？我不是这样做起来的吗？ 请你搞清楚我是什么起身，再来追我。然后那时候还雾雾的，还不是那么多人看雾雾的，因为那时候大家看直播比较不要求画质，因为那个时代的手机就是这个狗烂毛画质。只有我那时候在分享，然后在对抗什么 C。我昨天又看到一个。 经典台词，大家应该记得。大家忆当年呐、啊，膝盖不超过脚尖。我昨天训练直播，有人还在跟我讲膝盖不超过脚尖。噗嗤！我二零一四年出来喷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吸你妈个鸡巴，不超过脚尖，我干你妈的鸡巴体适能教练，我操你妈的，记不记得？我就是这样红的了。 我说你们在鄙视人家的话，干你娘的！膝盖不过脚尖，吃你妈鸡巴！